加油！滚！加油！滚！向左！滚！向左！滚！向后！滚！向后！滚！半米向右！滚！半米向右！滚！半米向左！滚！半米向左！滚！小心！第三个内容。蹲下，起立。蹲下，蹲下而已。起立，好，行。第四个内容，三大步伐的行进与立定。起步，走。Shit!
立即离开此地，否则依法进行强行驱散。马路克，这个几千的那么牛犊子，你要等你的靠着古代的马西拉唱歌歌，黑着这个身上。Yeah.
的人，这类不争气的人群追罚行为方法；第二个的人，前所警棍的人群追罚行为方法；第三个的人，惩罚的人群追罚行为方法。目的通过警务实训练，是不断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，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，不断提升整体的群体素质，为以后的执勤巡逻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不断提升我们的执勤成功率，减少民警的伤亡率。下面我们依次展开。一级队长，摧毁扩声器的正确规范使用方法。一，停弹。一，二，三，四。前的三准检查方法，一要二要三看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三，催泪喷射器单手指握下的集中指运方法，开始。一、紧张释放不对，否则使用极限。一、一姿势喷射，开始。式喷射，二、三，与无视喷射，三、四，环绕式喷射，四、五，点射，五、停。三，催泪喷射器指运后的几种战后方法，开始。一、未发现意外，用水冲洗。Yeah.
指挥我们工作，全程根据录像指挥我们工作。带领。左传